动物叠叠乐是一款考验摆放能力的儿童游戏，适合二到四位四岁以上的玩家游玩。游戏时间大约15分钟。内容物有29只木质动物，包含猴子、蟒蛇、蜥蜴、企鹅、绵羊、刺猬、大嘴鸟各4只，鳄鱼1只，以及一颗红色骰子。游戏设置：将鳄鱼放在中央，每人各拿一只猴子、蟒蛇、蜥蜴、企鹅、绵羊、刺猬、大嘴鸟，共7只，并且将红色骰子放在旁边备用。游戏流程：顺时钟进行游戏，轮到的玩家投掷红色骰子，依据骰子的骰面结果摆放动物。如果在摆放动物时有动物掉落，则回合立刻结束。该玩家要收走最多2只掉落的动物，其他动物移出游戏。如果不是在任何玩家的摆放回合有动物掉落，则将掉落的动物移出游戏。骰面介绍：一点，自行选择一只动物摆放；两点，自行选择2只动物摆放；鳄鱼，自行选择一只动物放在鳄鱼旁边，增加底座。手，选择一只动物给另一位玩家摆放，如果有掉落，则由那一位玩家负责。问号，由其他玩家决定自己这一次要摆放哪一只动物。游戏结束，如果有人将自己的动物都成功摆放完毕，游戏结束。该玩家获胜。